啊，没有啊，我是说那个软体的部分，还可以做一些平常做不到的事情。99人的软体啊？是的，99人软体，就是 GoPro 在用的、哦。对啊，我看看一看，好像那个就是 GoPro 他们家搞的。地下软体的部分，就是他就是写说。